去我大嫂家住了一个月，然后呢，我大嫂就是怀孕了。哦，在丈母娘家。嫂嫂，那你要我们带去哪里啊？我说我再去这个村里面玩，然后几个小孩说，喵喵你别去了，等一下就被迷路了。迷路了吗？你们这个村有多大吗？大啊，很大的。很大？你之前不是说你们村还有什么咖啡店啊什么之类的？咖啡店有，三面经理现在已经破产了，以前都很好的。你说呀，你们这个村有没有什么风光的历史啊？还是说有段什么佳话呀？刚刚你不是说我们这里有咖啡店吗？对呀，那个咖啡店很火的，就是晚上很多很多小伙子啊，小妹妹啊过来这里就是喝咖啡约会。啊，那现在为什么还没落了？肯定是现在人他出名了嘛，人家就不在村里面喝了，他们去城里面。去城里面约会去了？对，城里面多好啊。是不是就村里面嘛，感觉现在就年轻人很吵啦，现在全部是老人。哦，是这样的。那你们那些年轻的小孩那些人呢，现在他们会不会回来啊？以后比如他们想谈恋爱当老婆的嫁人了之后，还是说也是像我们中国一样在城市里面买房子？比方说嘛个有人他看到那个帅哥啊，那个可以在里面那个翘着那个后面他就不回来了。比方说他们想回来村里面找老公他就回来了。比方说他们不想回来越南找老公，他就去中国找。哦，这样的。那比如说你们村里面的男孩子啊，他找到一个老婆，他是会来村里到时候修个什么新房子啊，还是说在老街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地方买房子啊？会的。买房？有钱的可以买房啊。那没钱的怎么办啊？没钱的回村里啊。你说真的是没钱的就回村啊？那有没有那种情况讨不到老婆的？现在有没有这种人多不多？很多嘛，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人家就去上班然后去赚钱，然后现在年龄就大了，然后面有好多就找不到老婆。是这个原因吗？对，我是听他说这有的是越南现在女人也很现实啊，然后男孩子没钱的话他老婆也很难找啊。对不对？就是现在人家已经聪明了，没有像以前一样的。以前呢就是没钱呢、没车没房啊，可以嫁。现在不行了，人家已经学聪明了，你不知道吗？那像你们村子如果说有些男孩子年纪大了没找老婆，他们父母会不会着急啊？着急的没办法呢。也没办法。还是说买一两杯啊。这个老奶奶还在扛一个竹头啊。哇，那个年纪看着也大了耶。差不多60岁了吧。哇，身体还很健壮。很好的。对，刚刚说这类你们这些比如说年纪大的人找不到老婆啊，这个父母着急，然后怎么办呢？有没有什么相亲的？现在越南有没有这种相亲的说法呀？反正我不知道呢。以前我们就没有找老婆就算了呢。外面还那很热了，我最近我这里碰到了一家在路边卖水果的一个商家，他们这边也是像我们那以前那种串香，一辆摩托车卖水果哈，这个啊拜拜，设备就可以操作卖了。哎，那像你大哥二哥他们当时结婚是怎么结的？他们就是以前我大哥，我跟你说一个故事哈。我大哥以前我是找老婆的时候嘛，他就是去我大嫂家住了一个月，然后呢，我大嫂就是怀孕了。哦，在丈母娘家就是。对，在我大哥家，我大哥天天就是去我大嫂住，然后呢，然后他两个就是，怀孕了，然后呢，我哥回来跟我爸我妈说，
我找一个女孩子，然后人家就怀孕了，结个伴。然后我爸说结婚结婚，然后第一个接着后面就结婚了。你哥有没有跟你爸讲啊，或者跟你讲？对，他是在哪里怎么怀孕的？他是在人家丈母娘家里面吗？还是在田野里面呢？不知道啊。他有没有跟你讲一下？他肯定会套路啊，我不会跟着他，我不就会问他啊。我们没问他，肯定是他两个跟你。反正你们男人是什么我不知道呗。我这个你可以问一下吗？他这个方法很好啊。可以问。先上车再买票啊，等同于就是这个方式。然后怀孕一个月了，然后我哥说喊我爸我妈，喊他回来，后面第二年吧，然后把小孩生了，然后后面才结婚。哦，也办久了。办了，其实小孩已经到了，还不办。哦，那个时候啊，他那个，像你们那个时候结婚，那时候家里条件还是比较差一点的。差，以前我家就是，我们家以前是几个娃。就是还有那个木头，木头的，然后现在已经好点了。那你那大哥的，现在嫂子现在在哪里工作？他去老家上班。城里面啊。对，然后你大哥呢？我大哥去上班了，晚上又会回来的。也是在老街。对，他在去老街上班。你大哥结婚有十几年了。我大哥他结婚的时候才18岁。哦，18岁，那你大概现在30多？40岁了，差不多40岁了。哦，将近40。差不多了，38、39了。你看那个人。你大哥帅还是你二哥帅？反正我这几个人全部是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对啊，差不多啊。哎，小哥，过来了。但我看你这个，你二哥应该结婚要晚一点点。哦，你看我二哥。因为小孩小嘛。我二哥他保养好，知道不？哦，保养的好。对，保养的好的话，那说明那可能是你二哥长得很帅呀、啊。他家里面有那个，婚叫现在婚纱的啊，不会说。哦。那个，像你们现在这里结婚的那些啊，结不到的有没有相亲呢、啊？你们村上有没有那个，那个说媒的？说媒的就像中国那个王婆啊。有没有这种啊？有，也有吗？有好多。行吧。没白酒啊？看你有什么时候给我们介绍一下，我们这边也是农村，来尝试一下找老婆嘞。好，是。好。有机会可以过来的。好嘞。